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N 与 M 频道，今日继续和大家分享伊秋水的演艺人生。咁上一集就讲到伊秋水嘅，去到1948年嘅演出作品。咁跟住今日就由1949年开始。1949年伊秋水嘅作品有《满江红》《人面桃花双影红》《大四喜》《宝玉奇缘》。《义勇双雄》《郎是春日风》《断肠花》《守得云开见月明》《大闹广昌隆》《凄凉姊妹花》《打着遇鬼》《乌龙王》《有冤无路诉》《萧月白》的上集，萧月白的下集，狄青，大闹梅之府，古猿妖姬，薛刚大闹花灯，六月飞霜，方世玉久战峨眉山，地狱金龟，龙兴虎弟，叉里游地狱，哑老婆，珠联璧合，济公活佛，叉里冲破天仙阵，不如归，一生儿女债，垃圾天堂，血的子，合二锄奸，叶海痴魂。咁跟住啦，就系1950年啦。1950年，伊秋水嘅作品就包括《五福临门》《楚云雪夜渡檀郎》《年晚前》《蛇王》《妻多夫贱》《马骝精》。大闹女儿国，白蟒占龙宫，侠盗情花，天魔女三气祭癫，荆棘拉与飞天男，大独裁者，细路长，董小丸，铁拐李，北海斩妖龙，关东小侠大破莲花阵，六道河仙姑，人海万花筒，封神榜大破黄河阵，摆错迷魂阵，济公三气华云龙，乌龙将军，罪恶锁链的上集和罪恶锁链的下集，乌龙夫妻，凡宫情侣，法网难逃，大刀王五血战小霸王，绮罗春梦，东城西就，风流贵妇，大摆乌龙阵，关东小侠大战女镖师，大心奇案之大破怪医党，野花香，薄命女儿香，柳姐与沙尘超，虎月双珠，和黑市婚姻。跟住就是1951年了。1951年的作品包括《白金龙》上集和下集，
两仔爷，丁财两旺，美人恩，一本万利，金玉满堂，十二金钗戏玉郎，皆大欢喜，方世玉正传，新娘山白竹英台，对错衬家，银海春江，魔宫绕口，桃花运，行错姻缘路，冷落春宵，红粉飘零，双鸟夫妻，凌桂卿三打梁天来，难为了妈妈，怪错有情郎，千金小姐丫鬟卖，福至心灵，卖错相思表错情，火烧连环船，吾家情困武潘安，珠海三雄，春到人间飘零烟，关东飞侠大战方世玉，飞天神龙，晴天孤雁，全侠错操，纸醉金迷，稳兵彩凤戏金龙，无限恩情无限恨，大刀王五浴血千愁记，人若黄昏后，江雅船打老虎，铁扇公主，银灯魔影，别离人对奈何天，食饭神仙，同埋天堂耳梦等等。咁跟住咧就系1952年啦。1952年嘅作品有《蚕丛师爷》、《八古老选美》、《十月芥菜》、《月眉花娇》、艳曲醉郎心、歌声泪影、歌王美眷、如花美眷、迷宫四妖、逢门小凤、新姑元嫂劫、戏迷情人、马彪狂、月又重圆、乡居美人、江水王叹五更、红运妈祖、花月争辉、卖花女、契爷验屎、大话夹好彩等等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伊秋水的演艺人生，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停一停先。喜欢这条片的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也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好，我们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伊秋水的演艺人生。好，拜拜。